大家好，我是妍妍，今天我又回家了。我今天专门回来找一盆花。上次在那个视频的结尾有一盆紫乐，有一位朋友说特别好看，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评论特别有意思，我就说那我送你好不好，然后这位朋友就私信我了，走吧，我们今天就去给他找到那盆紫乐，然后脱土给他晾着，晾好了寄给这位朋友。我觉得有时候送肉肉真的是随缘。来吧，就是这边了，我们去找一下那一盆紫乐。上次视频的紫乐，哎，我上次好像是最后视频的，好像是这一盆，哎，好像就是这一盆，这盆紫乐，还有一盆我觉得长得有点像，看还有这一盆，但这一盆好像没有那一盆密。来吧，我们把这一盆紫乐拿起来去脱土，脱了晾着送给这位朋友。我上次还在说我的小纸箱，我表妹还问我买这么小的纸箱干嘛，我说到时候有谁记得送单颗的肉肉呀，可以用嘛，结果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。昨两天都下雨了，我们这边，哇塞，还有这里，这里是几颗弄的，哇，像手捧花一样，还是蛮好看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像手捧花一样，虽然不是整装的，但是种满满的一盆也是很漂亮。我们来给它放在这边，你看这边我之前扔的叶子，来，这放在这边吧，你看都已经出芽了，到时候这些我到时候选出来出芽的也分给朋友们。看这边的还有这么多还没有包装，还要晾一下，这个水分太重了。看这一盘是我拖在这里多余的一盘，我怕到时候纸箱不合适呀什么的，到时候就又那个可以再添满跟把纸箱里面。看这边火鸡出井的这个颜色在慢慢消退了，再等一下冬天就会变成红红的。